大家一起来做点心喽！我们要准备什么材料呢？奶油125克，白细糖50克，鸡蛋1个，低筋面粉280克，泡打粉1/4小匙，小苏打粉1/8小匙，白巧克力200克，彩色巧克力米。阿达叔叔，我们今天要做什么点心啊？我们今天啊，要来抢救一下瑞成的外婆。抢救瑞成的外婆，什么点心啊？阿达叔叔，你又要搞怪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阿达叔叔，你该不会是要做吃了可以养颜美白、消除皱纹，还可以变年轻的点心吧？哇，冰糕啊，真的、啊、真的、啊、这么厉害？下次把燕窝放进去。哎，那我要，我要，我要。是一个年轻七岁，两个14岁。哎，好，没有啦。我今天要做的点心呢，当然跟我要讲的书有关。那也包括怎么帮那个瑞成的外婆整形有关。整形哦。但是呢，我现在先不告诉你们，我要让瑞成呢，等一下自己去联想，为什么要把这些做在一起？好，来。今天的点心。我们今天的点心是，我要做这个。星星。星星。对，星星，星星，跟养颜美容有关系啊。一个是动物。不是那个星星啊，瑞成，害我吓一跳，是动物。陆地上的星星，陆地上的星星。好，哦，来糖，我们的奶油，谁要打？我。好，你要打是？好，来，给你。好，先低速哦。哦，好，加速。他好厉害。对啊。好厉害，你的手感真的好好哦。你在家里都泡泡爽啊。对。我觉得烤箱不错，要开店有望。是，好，来，接下来是什么？粉类的哦。泡打粉。泡打粉。小苏打粉。还有什么？面粉。面粉。来。粉粉。真的要让丽妍从头做到尾吗？瑞成也要付出一点心力。他是40岁以上的男人。所以不需要。我们这边唯一40岁以上的就是赖瑞成。我还没有，我还没有，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只剩一张嘴，我没有只剩一张嘴哦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阿大叔还在嘴。对，我只有26。26。我25，25，我比薛蓉姐姐小一点。对。好好好。那我更需要吃这个点心，让我养颜美白。做的挺不错的。你要不要来试试看，瑞成？好啊，我觉得很想让他试哎，这个其实不容易。为了证明你不是只剩一张嘴，这个真的不容易。这个面粉越多越难。有难色。喂，果真，到后面就不扛了，三光了没？把盆里面的面粉给脱光光了。好，来。好。哎呦，这里靠近。所以会有点黏，就是可以沾点。对，这就是手粉。哎，压星星。来。继续压。等一下，我告诉你们怎么让星星发亮。哦，到了，装灯泡。对。哇，今天有好多星星哦。对，因为我们今天要开舞会，所以要很多颗星星。啊？开舞会？我们今天要开舞会。我们要开舞会。好满哦。耶耶耶！好了，来，我们这个呢放进烤箱，用160度大概烤30分钟到40分钟，可以烤干一点。烤完以后怎么让它发亮呢？这是白巧克力。我们隔水加热，把它融化了以后呢。淋在上面，不是用星星烤好的星星去沾一下这个白巧克力，沾完以后这边是巧克力，对不对？这一面再沾一下这个巧克力，彩色的巧克力，然后就会变得闪闪发亮，七彩的七彩霓虹灯。对，你说对了，对，霓虹灯。好，来，瑞成放进烤箱，用160度烤30分钟，30。好，然后我们就要用这些星星
来开 party 啊，这可是关键了。走，我们来听那个故事吧。来，开 party 走，走，来听故事。